KKBus 所有的歌迷的热情的点听，你的歌曲在被听到的这个时间，如果是一个疯狂的歌迷，24小时都不睡觉，都在听陈奕迅的歌的话，他要听多久呢？他要听800年才能够完成这个很厉害的数字。我帮你算过了，24小时乘以365天，再乘以800，就是在2017年，陈奕迅的歌被听了将近有700万的小时，在我们 KKBus 上面的平台，恭喜恭喜！机场招聘，等一等，好，待会请工作人员准备，要把麦克风交到Eason的手上，好，站一下，右边这边。800年，超过800年的数字是在我们 KKBus 所有的平台当中所累积出现的。好，谢谢。来，请帮Eason收一下，老板一下，麦克风交到Eason手上。小花拿着，这是很棒的一个讲座，恭喜恭喜Eason。谢谢。对，也要跟所有的传媒来分享一下这个心情，包括是风云的歌手，还有刚才说的年度第一名的单曲，两大奖项。要谢谢所有听我歌的朋友吧，然后谢谢 KKBus 的从他出生的第一天就一直播我的歌，好多年了。其实每次来感受是因为对我来说演出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特别爽的事情，所以每次来到 KKBus 的表演其实都还蛮完善的。真的，所有的我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工作人员，然后大家都很非常非常用心的去把这个很难完成的任务把它给它完成，所以我很其实很感动看到这个，而且年纪有点年纪的时候就会特别看到这些事情，然后就很容易被 touch 到，是不是？对对对，然后声音啊什么都非常好，都很支持。比如说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今天特别找 Jim Lee， 为什么没有唱新歌？然后因为好像所有歌手在唱新歌，但你给我们好多好棒的回忆，像你自己的演唱会一样。对，我说可以，因为好久没有，应该怎么说？从来 Jim Lee 都没有被我的制作人没有好像没有被他很低调了，所以是借这个机会去 tribute 他，是就是去向他致敬一下。是他刚刚除了最后一首歌，因为那个歌是要唱的嘛，所以第一名的单曲了，对对对，所以其他的歌都是 Jim Lee 制作的，所以就是好像一个就是让我跟他跟大家一起回忆一下过去，从97年我们第一次合作广东的那个专辑，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回忆，所以很高兴嘛，可以他编排的这些歌，陈奕迅组合这些歌曲，我们都常常在 KKBus 上面听，也是你和你说的 Jim Lee 那种致青春的概念，过往一起打拼好多很棒的歌曲的时候，至少有一次对他致敬嘛，所以对啊，就很开心了，很满足。接下来的话呢，在2018年有些什么样子新的部分吗？刚才在台下的期待啊，上次的那一个只是新歌的演唱会，票来不及抢啊，有没有更多的精彩的演出或 tour 要来启动了呢？暂时可能要下苦功去看，准备接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就在一个比较长远的计划。是做演唱会的话，好，有应该不是在今年，不在今年，对，大家先等等，今年先看电影啊，对不对？巨星啦，对不对？对，青春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开心、很喜悦的感觉。到2019年，至少要2019年。至少哇，歌迷们耐心等一下，音乐的部分呢要先等一下2019年，但是在戏剧的部分，Eason有跟李荣浩有全新的一个合作电影，我们来可以期待，在台湾也要赶快来上映，说不定可能有一个单曲什么的。好啊，对 KKBus 啊，赶快哦，第一时间给我们上传，让我们听一下哦，好不好？好，在现场啊，有苹果日报啊，还有忠实的媒体，来询问一下，谢谢。刚在台下好像有说是鼻窦发炎，那身体现在目前状况还好？身体还是蛮壮的，你都看得到。但是没有，可能之前宣传电影太劳累吧，就身体虚弱了一些，然后就有那个
virus 就是病毒有进到，其实每天我们身体好的话就不会有，不会进去了，但是对稍微弱了一些就会有，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真的有点咸咸的，咸咸的感觉。对对，今天没有昨天咸，今天好，你今天咸，所以是好的又好。你辛苦做宣传，也请大家可以帮忙多多报道，除了在歌曲部分、电影的部分哦。好，来，谢谢。请问一下，就是这次来高雄啊，还有想说明天就回去吗？还是会有什么？明天要回去了，明天。还是说会跟那个仙女工商约去吃大餐？没有，他好像已经在吃了。他已经在吃了，他留你在这边。他应该表演完应该松口气吧？对，我现在也松口气，所以但可能我不知道看状况，因为很少见到他，其实，所以看怎么对啊。好，来这边的，你有看到他的发型吗？有。觉得怎么样？这样是好的。好的现象，证明他，因为他很少弄比较花巧的东西嘛。你看他穿的，就是很自然的，所以随性的。他所以他代表他今天是很尊重今天的，真的他飞这么多公司。那回归那个乐团，你们会有合作，然后再办一次？其实他真的没有离开过了。他没有离开过。Puppy 啊，现在也有新的组合啊。对，要有新的组合。如果要办也是办，可能那些什么，我也那什么，现在那个 Blackpink 啊。哇！就如果要做，也是要 update 的东西，要 twice 哇！要加入。所以你都有跟进一下全新的一个流行的一个风潮在当中哦，所以刚才讲的很棒，知道一下。嗯，其实霆锋没有离开过，希望有机会可以继续音乐当中的合作。那其实他应该，他现在这主菜真的是出神入化啊，我真的尝，他真的是煮得很好吃，而且是色香味都非常棒啊，只是。可能他不能分心嘛，其实他有一首可能，其实我跟你说，我觉得他那首《异想天开》跟广东版的《有火》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是，对，你看他刚，但还没有一首歌可以突破他那个活着 Viva， 他那个出来真的是了不起的，那就让他继续的有更多的创作的能量。他肯定有，他有一首新歌好像，哎，他给我听过，对，有一首新歌，我不知道有没有国语，那是广东的 ，OK， 是我很，你听完之后就觉得哎，很正面，其实很好，很那个正能量很大的一首歌。好，我们就期待他正式的派台，透过了 KKBus 我们可以听得到哦。好了，我要放你去跟谢霆锋吃宵夜了，他已经在吃了，对不对？赶快跟上，好不好？跟上。他饱了吗？赶快去跟他会合。也要再次谢谢所有的传媒朋友们，非常辛苦采访今天的风云榜。我们也再次的掌声给我们的风云歌手Ethan陈奕迅，谢谢大家，辛苦了，晚安，我们明天见喽，谢谢，谢谢，晚安，谢谢。